哎呦，好猛，会拍照。洒水车，洒水车。这个动态影像也拍得蛮好。哎呦，哇，再来再。哎呦，连续的有没有？连续都连续来五个，好不好？对，来第一拍，第一个。这是什么啦？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来不及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什么？志玲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太狠了，小太狠了！火车啊！志玲，志玲，志玲自己。到现在看不出他是谁，也是他。哦哦，还是厉害。要穿不穿？要看木。哎呦，好木，会拍照。洒水车，洒水车。这个动态影像也拍得蛮好。哎，这个有哎，两天。太了吧？这个算是。哦呦，哇，这什么？哦，来再定格，定格。哎，水，不要这段，不要刚刚那段。不要做，那个是几分几秒的。刚刚那段。哦，这个厉害，很贱哎，那个很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塞！哇，他从那边走出来，这个太狠了，太狠，太狠。这个微微拖耍，这个太厉害了。那个水，那个原来是脱线姐，脱线有脱线，脱线的传承妹，脱线也有传承妹。如果以师生这个主题来讲。这个最他是撕的最彻底，极限符合极限的，不可能再超越了。这个质料就是最适合，最适合透，最适合吸水的。对，没错，这个布料吸水力强，吸水力超强，而且表情，表情到位，回绝，这种是你喜欢那种，喜欢会勾你那种。重点是那个头发刚好就遮住眼睛，然后眼睛的视线从头发的发尖中间穿出来。哇操！你看很仔细，你怎么都只看脸？你好像在写一些小说，文情小说那种。冷不防，哎，他身材真好，就是，但是个性怎么会那么怪哦？从照片看出个性的 ，OK。他好像来欢迎他了，欢迎木木，还有木木，嗨木木 ，respect 厉害哎，你跟照片两个人。如果你讲话就会带我们回到现场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木木。木木，你怎么那么会拍照啊？没有啊，那是说单位跟那个摄影师厉害。因为我们刚刚看你的画面，其实蛮厉害的。那我们这个节目找你拍这个照片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就还蛮开心的，因为通常你们都找那种比较强的给我。那叫本色演出啊！对啊，就想说性感跟我。可是这次你就是大突破啊！哦，对啊。这个尺度对你来讲会不会太大？有一点哎。可是拍出来成品看了以后，你觉得值得？还蛮值得，但是我觉得说脸可以再小一点。哇，不会啦，你这个很不会啦。对他，所以他担心的不是曝光，担心头大。担心的是脸的曝光度。脸颊。对，我超担心我脸，因为我其实就颧骨很高，我跟你讲过。对啊，所以就之前跟你讲过，希望他的医生是，好不好？是医生吗？访问过都要记得，你是医生吗？你再提点他嘛，对不对？希望你记得，不要忘记我。然后后来就是头发丝就会贴在脸，所以脸就超大。也还好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吗？不会，因为其他地方更强势啊。好，不会特别。那你一看就知道尺度是这样吗？其实不是，本来是要穿内衣。还有内裤拍的，内衣。但是后面那个摄影师说那个太大片，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因为我是侧身拍，我以为在说手臂，我想说哪里有，他说没有，你内衣太大片看不到内内。然后后来就跟第一位就借比基尼穿，我有借他，可是他的 size 比我大，所以好像还是一样遮。空的，空空的啦，没有空啊，还是一样很大片对我来讲。所以就直接脱掉，哇！豁出去了，那不会担心吗？对啊，现场很多人。没有没有，我记得超开心的是，就是制作单位，超开心。制作单位就说什么，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们会看还是什么，他就请男生都出去，剩摄影师跟工作人员还有化妆师。哦，那就是全部都在啊，好暖男哦。那就是全部都在啊，还有谁？是蛮烂。到底出去的是谁？啊，那我们
请其他工作人员出去了。来，大家在那边。我们不是其他工作人员，对啊，他摄影师啊，我们都要在啊。我不是工作人员，都是重要的。本来一些人在旁边没事，我们请其他工作人员出去，马上扶灯。对，扶灯哦，有工作，有工作。反正就没收，然后你卖水杯，我脱水啊。大家都忙了哦。可是以前有人找过你拍写真集吗？有，但是我不想要拍，是因为我知道我很性感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看这样很性感，吓到有吓到。对，但是我怕就是大家都有定义，就是哦，性感女星，我就不想要。所以你喜欢做扛的？对啊，我宁愿扛，我也不要性感。哎呦，可是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很性感？照镜子。对。每天在洗澡。有时候你知道我超好笑，就是听音乐嘛，然后很嗨。那你会怎样？然后我就会摆性感姿势，就觉得哇靠，怎么可以这么漂亮？怎么摆？怎么摆？想看一下，摆音乐，音乐，音乐，给他摆起来。他只想象在家里去，就是跟这个差不多。哎，来来来，就可能会这样。哇，再来再。哦呦，连续的有没有？连续都连续来五个，好不好？对，来第一拍，第一个。这怎么啦？是第一个，不是比一啊！真正宝宝干嘛？哪里像啊？这摄影师存档的照片，这是第一张，这是第二张，这是第三张。OK， 海奈，请坐。啊，谢谢。最后一张最惨，这单元好好玩。这个因为直接放在旁边。哎，我还没看过。性感，性感，怎么会？哎呀！牙龈发亮哎，破里牙龈很亮，笑太开，然后头发也好好，水鬼，水鬼，快乐的水鬼，在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，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